单调的不只是一个囡仔，小孩子对亲人所谓爱，可怜的经验，在帮助大哥这样的故事后，也亲像一个笨手，讲戏杀就戏杀。你真正是跳出来？你为什么没有苏亚文呢？如果要轻信，你何不相信我就是阮小红？只是要应付逍遥游一些心，就不是太大的困难了。哈，亲，伊这招叫转移话题，无正面回答你是不是？只想问句回答你的问句，表面上是否认，实际上是无承认而已。别中计啊，继续问下去。你不是已经否认了？你要什么话通说？无咯，我打算离开多少，再见无散。等一下，你这是毁约，你答应过要协助封闭音箱，我反悔了。因为比起做一个无心之人，无情的人更苦。我知影，无论你是不是跳出来，你拢未对我承认。我了解这样的理由，所以就算你骗我，也未影响咱的友谊。那你无骗我，那我要感谢你帮助多谢，同时也希望你早一点明，卖在心来了。你的祝福我收到了。其实这不是祝福，其实我也知道